以放置时弊手法反映当年市民最关注现象，透过多段有趣喜剧，道出八十年代小市民生活心声。如果你咁讲法，真系，如果你唔喺呢本簿度签个名咧，你自然就唔能够攞到呢个证。如果唔能够攞到呢个证咧，你自然就唔能够喺呢度出入，因为我喺里边锁住噶。卢国雄、陈玉莲为观众制造惊喜演出，大放笑弹，家家多欢笑。